哎，各位同学您好，很高兴又见面了。今天在这段教学影片里，我要跟大家介绍如何使用 Sound Recorder 这个小软体来录制一些声音档。这个技巧呢非常重要，尤其呢你想制作一些声音素材，用作将来作为影片编辑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小技巧。很简单，我们话不多说，马上切入重点。第一个，你一定要把你的耳机麦克风插入到你的电脑里面。第二件事情呢，由于我们使用学校电脑，你要打开音源线，以及进到桌面上的 Volume Control 去调整到适当的音量大小。第三个呢，我们现在来实际操作，进入到 Windows Start Button，进入到 All Programs 里面，进入到 Accessories，找到 Sound Recorder 这个软体。然后点击它，你桌面上呢就会出现一个小的视窗，只要按起 record 就可以开始录制了。你会发现你一个时间已经在跑了，这可以决定录制的长度。只要再按一下 stop recording，你就可以进入到存取档案的画面。我们把这个档案存取到桌面，我们把它命名为 audio。啊，很简单，最后再按 save 就可以了。在桌面上就会出现 WMA 的 Audio File 档，如何 play 它，double click 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就会出现这个小视窗，很简单，然后就可以试试看，先 preview 一下啊，然后把它关掉也很简单，只要按一个叉叉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你的观赏，就这么简单啊，拜拜。